众所周知，鲨鱼有很多个老家，除了出生岛老家外，鲨鱼最爱的就是恩港老家了。恩港不仅要多，而且还有呼救器，绝对是狗分仔的最爱。喝瓶肾宝压压惊后，鲨鱼赶紧上岸观察，毕竟捡破烂是其次，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虽然暂时没看到人，但鲨鱼不忘细节观察虾线。我擦，没放面包吗？刚说完就有发现。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们这帮逼呀、啊！哎呀，我就知道啊！这群狗分仔平时肯定没偷学鲨鱼狗分技术，但在老六祖师爷面前就有点班门弄斧了。看到狗分仔没有丝毫防备，鲨鱼直接奖励。确认附近安全后，奖励连打带打。此时不着急舔包，而是丢烟制造假象。不行，他队友刚开车走。敌人的队友肯定会回来，果然很快就发现前面老六。哎呦，我操！这简简单单六到两个狗分仔，狗分仔的晋级赛直接破碎。嗨，真是群小可爱呀、啊！敌人队友肯定也是狗分仔，鲨鱼丝毫不慌，把皮扒了。小心被扒了，狗皮。在恩港吃饱喝足后，鲨鱼开车寻找最爱的大飞机。飞机，来架飞机。刚好机场就有飞机刷新点，王牌飞行员直接无敌。不错，味道好极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弹幕小黑子看鲨鱼如此安逸，疯狂给队友发消息，让队友炸猴。好多人给我发短信让我炸他。小黑子太出声了，让队友搞我，你们是人吗？看不见啊，哪条狗？究竟直播间哪条狗？天天让队友搞我。眼看队友就在自己附近，但鲨鱼却不敢找队友，而是寻找更安全的位置。刚好桥上还有圈。我操，桥上很大的圈。鲨鱼细节观察桥上有没有人，准备来个紧急迫降。有没有人啊？桥上有没有人啊？好像没有。哎呀，有金马，有个金马。鲨鱼丝毫不慌，灵活掉头。接下来这波紧急迫降很帅，这都可以直接上桥，运气算是没谁了。哎，我上来了，我。桥头金马还没走，鲨鱼必须得溜一波。注意细节。敌人万万想不到有人会开飞机落桥底。能溜。我们注意力现在肯定都在桥上。虽然爬过去慢了点，但十分安全隐蔽。哦，等我呀，宝贝，咱们不要站起来跑，站起来跑的话很危险。他们这个人都不会动的，他们就在桥上等着我们，没关系。爬了两分半，终于靠近敌人位置，但依旧不着急出手。鲨鱼自有打算。然后一颗雷加上 AK 扫一波，直接把他车打爆。可让鲨鱼没想到的是，敌人有车不开，居然选择下水。要走了吗？不用。我靠！忙活了半天的郭师傅白忙活一场，鲨鱼居然开始打脸了。完了！哎呀，我为什么不动手？我为什么不动手？好家伙，鲨鱼这是没吃饱饭吗？这打脸一点也没力道。虽然刚刚错失良机，但敌人肯定不会跑远，桥头底下可能就是他们的归宿。我们终将还会相遇的。他们觉得我在堵桥，所以他们不敢过。鲨鱼的桥上还是安全区，开始帮队友补枪，这就叫紧急拉枪线。有时候顺便还能抢个人头，鲨鱼带的是消音器，很多人发现不了。虽然自己这个位置不是圈了，但不着急，待会跳水。哎，小弟，发现小弟。这群狗分仔还挺憨，鲨鱼直接奖励连打带补，成功灭队，但并不是刚刚金马那队。就俩？不对呀、啊，那一队是三个人，这两个人可能还不是那一队。鲨鱼找了半天没发现刚刚金马那队，无圈刷新，鲨鱼只能跳水。落水瞬间，鲨鱼终于找到这队落单的。这群狗分仔一直在桥底苟着，四个人整整瑟瑟发抖，机会了。好家伙，这可把鲨鱼乐得不行。这时候想要灭队就非常考验技术了，唯有土豆雷方可灭队。爷爷完了，我去，你六舅没甩出去。刚刚的角度不行，鲨鱼赶紧上岸。喝瓶肾宝压压惊后，鲨鱼找到感觉了，接下来好好看，好好学，不要眨眼，利用勾股定理啊，不对，利用抛物线，一颗土豆雷甩出去，再次利用抛物线瞬间灭队。这波操作就问你们还有谁？四连枪王还有谁？听到附近又来人了，鲨鱼刚刚都喊得没底气了，本想香香舔包，可头顶来了一对落单的。
鲨鱼耳机关键时刻出问题了，敌人到脸上才发现情况不妙。完了，去世了。敌人从天而降，瞬秒鲨鱼。这把本该秀翻天吃鸡的，就这样嘎了鲨鱼怒吼。鲨鱼开始灌耳机。怎么小耳机啊，垃圾！还好家里还有十几个同款耳机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陪伴了两年半的耳机，终于要淘汰换新了。太没用了，这个耳机砸两下就坏了，平时就随便放桌子上砸两下就坏了。好家伙，难道不是砸的太多了吗？每次掉大分啥的耳机和桌子都要大残，桌子遭得住，耳机可不行。那几百块钱的东西，我都买了多少个了？鲨鱼就是换个耳机的功夫，队友居然带自己吃鸡了。怎么吃鸡了？就耳机鲨鱼还不忘给粉丝当福利。来，这个谁要？我去你的！ What？ 陪伴了两年半的耳机当场去世，耳机的眼里已经没有光了。虽然这把没活着吃鸡，但吃鸡口号依旧不能少。看我直播吃鸡，你不可以。